也来自我们凤鸣斋国乐团哦。我们风格国语计划特别在今天晚间，来恭祝恁的年大，恁的台湾队会落在这个年纪当中，持续进行非常棒的一些呢，我们的音乐上的一些的呈现。那么地方的老师做两个人专业的，来唱首歌，好来唱一首的歌曲，来给对恁这些好朋友，大家都当一张盖哟。来，阿那刚刚呢？由我们的老师为大家呢带来我们的静态的一个表演，持续的来这个阶段呢，演奏完的时候，来啊，都是别那边一边，哪一边啊？要拍照的，要拍照的，赶快啊！Oh, yeah.